锵锵三人行，徐老师，听我跟你秀我的英文。我 Professor Lee， 我的学习成果。Professor Lee，I'm your student. My name is Window. What's up, man? What's up? What's new? 你不觉得他有点像，好像要抢人的感觉？那个英文，在黑人讲话。我的英文你都听懂了吗 ，Professor Lee？ 但老学生不能对老师讲 What's up, man？ 这只有是伙伴当中啊，这样街上碰到才能。不是你教给我的吗？但是你前面不能加 Professor Lee 这些不能讲。那 What's up, man 是什么？怎么意思？就是有老兄有什么事情啊？有怎么啦？怎么啦？这个讲。那我应该问 What's up, woman？是吗？那也不通，语法不通。好，无所谓，我就跟你讲，我最近是 What's up， 好不好？最近我要比较关心文道的婚姻状况呢。除了那个以外，还有就是我要出一本书。好可爱啊，你们！快点啊，我想做。讲正事 ，Professor Lee。因为他还在结婚当中，说不好意思讲。OK， 我在结婚当中，你是在盼什么呢？好了，我不讲文道。要写一本书，叫文字都有，叫。李文谈奥运礼仪，可是像出版社都很怕我，怕我告他们，所以就没有人要给我出书。所以我今天的 topic 讲完之后，就要写法官的礼仪、律师的礼仪、被告的礼仪、原告的礼仪，完了全部放在书上。你晓得李文呐，吃饭我就问他，我说你一个人住啊，一日三餐吃几顿饭呢？他说吃三顿饭呢。我说都上哪儿吃啊？就我指定的几家送外卖的，而且到一个那个地方吃饭，我必须看到厨房。我要确保厨师没有吐痰，我要看到厨房他们做我的菜，就这样。但是呢，有的人愿意跟他住一块儿，就是一个小区啊。那就说住在一块儿，好多事儿他都去投诉了，他都帮我们邻居解决了，改善居住环境。也不一定怨业主的，怨我是没有利益的。可是我今天你比如说你搜李文，完了家和丽媛，就是很多负面新闻。可是我也希望大家业主理解，你的房子在下降。我也在下降，可是我希望下个人要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理解了我李文先跟你讲这个烂摊子怎么回事了。今天跟你讲正事儿，我倒是我就觉得啊，作为一个中国人可能将来也免不了，我最近琢磨也可能哪天我就得打官司，所以我要向你取经。我向你取经，这他打了这么多官司大部分都赢了是吗？打了八个案子在这五年在北京，七个赢一个输。哦，一个输，对，也有你没理的时候。不是没有理，是因为我是告的是有利益关系，可以收买法官和法院的，比如说开发商和物业管理，这是很麻烦的。这个没法证实啊。但是李文名声出去了，今天给大家展示，我先让大家看看这个，要不你身材被遮住太久了。OK， 这都是，哥，我跟你说，我做文涛拍案，不是人家也是受全国多少冤案的这个信，就是在李文这儿堆积如山的啊。很可怜，还有下跪的。我去打书的时候，还有下跪的。我第一次这么，就是很感动，要流泪，可是没有办法帮他们，因为我不能忧国忧民，我自己都搞不定了。所以我希望我每个案子都有一个先例，一个 precedent， 希望他们可以。可是，在大陆好像不跟你说讲，徐老师不跟欧美走，就你有 precedent 也没有用。没错，大陆不是跟先例，是跟条文的。大陆的法律系统啊是跟条文的，但是这个条文呢、也很有问题。你像你记得前一阵说的那个桂元基吗？那个桂元基那小子给判了个无期徒刑，不是大家都在争论吗？你看你那个这个争论就反映什么问题啊？过去我们老指责说中国很多地方啊你不依法办事，可是等到真的依法办事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你这个法本身呢、其实还很多漏洞，很多不健全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桂元基出错了。人家摁了100多次，取了17万多，最后给判个无期徒刑。然后好多人觉得，就说法理不外人情啊，就甭管你法律是怎么说的，那么你那个什么银行的那个行长贪污多少个亿，就被判个十几年，就是你人的心理这种平衡感呢、被打破了。这种假如是陪审团制度，可能可以避免，因为陪审团制度是找普通人，那你想象十来个街坊的人坐下来，每个人心底会问一下。我假如捡到一个钱包，我假如我贪小拿了，会不会值不值得判一个无期徒刑？我别人找我的钱找多了，对不对？我付100块，付几十块，我给他100块，他以为1000块，把找回来几百块了。那这种时候，有的人贪小拿下来了，这个桂元基基本上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又有点直接从盗窃，他其实是一种盗窃行为理论上，但他又有点像什么？像捡到钱包。对不对？哎，凑巧，我一按他的钱就多出来了，那我何干嘛不拿呢？所以是就从这事儿，有人聊什么陪审员、陪审团呢？
不过我就所以我就感兴趣法庭上就中国这个法庭上到底在发生什么，我没从来没上过法庭，这个女法官，所以这个也是个法庭礼仪啊，你也可以评价评价，就是脱了法袍能不能骂这个原告，就是好像发生过一个案子，你这么挺著名的，就是这家人的孩子把那家人的孩子打架干嘛给掐死了，然后当时法院判你不是赔偿多少多少钱吗，可是你看这就是法院判了之后他说的执行能力的问题，那老不赔啊，我就是不赔，对，不赔那你怎么办，最后这女的好几年就死了孩子，这个母亲呢、啊、最后不行了，最后拿瓶硫酸夸泼这家女儿脸上，毁了容了，毁了容了，这下上法庭了，还判了，这次就判这个母亲刑了，然后呢女法官审完案脱了法袍，但是原告和被告中国这法庭挺有意思，在庭上还在吵，吵起来了，吵说你害死我们家孩子，你这不是人什么什么的。然后这女法官在旁边听着，这个时候你说她的身份还是法官吗？她在旁听席上听着，然后这时候站起来，女法官义愤了，就跟着原告说：“你明明有钱还人家，你当时为什么不还给人家？”然后这原告人说：“哎，你这女法官，你脱了法袍，你像哪头的呀？”吵起来，有这样哎，李文你这方面有什么见识啊？我书上也写了，就是很多的花絮，不可思议的这些 bizarre 的，这是奇怪奇奇怪怪的事情，不管是被告的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书记，当然我还要在这边混，所以基本上不要惹得所有的朝阳法庭的法官。不过你们买我书就看到很多的真实的事情，有好的法官，有坏的法官，是吗？我先跟你说说坏的法官。这个我的 Professor Lee 他没事，我得拿英语给他发信息，你知道我耗费多少时间？我回你一个信息就是我一个小时。我的教书是1500块钱一对一英文，是我免费。行，好，你看我再给大家学学。Student do， 你想没有？就是逗学生，他给我发，他说 ，We should do a show on today's news on how three 四川 judge smoke answer mobile phones wear street clothes in court。Session 啊 ，session。I have lots of bizarre court experience 啊 ，to Professor Lee。对，你知道我没回，你知道我的英文水平啊？我为什么当时没回啊？我看成什么呢？李文说今天要搞一个 party， 这 party 的词有。哎，我觉得多瘦嘛，我把瘦想成 party， 然后说这 party 说有仨法官好像还四川来的参加，而且呢这 party 上可以抽烟，我说对，他是叫老不让人抽烟，而且说什么叫 street clothes 呢，我想成就是说人李文很重视礼仪嘛，就通知我你怎么参加我这 party 呢，就是你不用穿西装，你穿那个我想象 street clothes 是那种街上走的跳街舞的，哦，就是穿便装就可以参加了。但是下边呢，说它有很多 bizarre 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奇奇怪怪的。但是我想象成一个时装杂志的名字，好像叫什么 bizarre 什么的。哎，我说这大概是个时尚派对，还穿街舞，还法官抽烟。最主要的误解是你在那 court， 你把 court 理解成什么 court？ 宫廷，宫廷应该是法院啊、哦，法院。但是你看 ，That's keyword。我现在才弄清楚，他给我发信息，我以为邀请我参加 party， 其实说的是今天的话题。人李文很认真，我给你看几张照片，说的就是这事儿。最近大家呢都在聊，就说这个法官在法庭上，你瞧，这是某个地方法官在法庭上一边审案一边打手机，不知道跟谁聊天呢。来看下一个。这是什么一个书记员吧，还是个什么？在写抽烟。抽烟啊，一边抽烟一边记。这是一女法官说：“你怎么没穿制服啊？法袍就是外边。”但是这女法官说呀：“说我冷，我里边穿的是法官服，我外边套了衣服。”应该倒过来。红色的女服。打手机，对吧？你再看下边还，你看这是现在一些开会，就是不这不是靠的，这是个开会睡觉的。最近你知道广东新任省委书记汪洋发飙。就是说开省委扩大会议好多人是迟到还是不来，有几分之几的人没来。对，你再看下边，你看其实我倒觉得这挺可爱的，你看这睡的哈，日子过得好啊，这是最近人大代表吧。最近最经典的是在那个党代会上华国锋睡着了，他年纪太大了嘛。
哦，所以大家也蛮感慨的，倒也没有谁去怪他，因为华国锋年纪太大。对，咱们照片放多了，关键是说这个法官的作为。咱们广告之后，请这个 Professor Lee 给我讲一讲这 Cult 里边的事儿。锵锵三人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CEO 啊，嗯。好，现在 Professor Lee 讲点 Cult 里边的事儿。Court 里边的什么事儿呢？让你觉得义愤？有时候个别的法官，我觉得素质不是很高。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怪法官，我觉得是怪这个体制的问题。因为中国不是很完全的民主，所以很多事情呢，就是腐败的法官也有，腐败的检察院也有。我觉得我可以做很好的工作，监督检察院的人。因为检察院是监督法官和司法嘛。你这都属于说的大而化之。你要我说，你碰见过什么法官睡着了吗？法官在北京还是不敢睡了，我外地的法官就有点问题了。是吗？所以出了北京就是 Wild Wild West 了，什么事情会发生了？我感觉就是说法官不是很有礼貌，特别是我觉得说农民法庭像就是顺义区的，不是那种。你懂，像朝阳区的，你知道，或者是也有朝阳区的，也有分。他老在朝阳打七个打赢了，所以他现在在朝阳法官就说好话。我以前住顺义嘛，所以我在那边打案子基本上都赢，告物业都没问题。来了这边朝阳法庭告物业的话就输，很奇怪，同样的东西。所以他看说的像赌场似的，在那儿就能赢，在这儿就输。现在有很多异地审的，上海很多案子现在弄到东北去审。最近都是你说这个，这家李文过来跟我爆料，我才发现这惊人的事儿，这算异地吗？辽宁铁岭西丰县有一个法制日报，底下有个杂志叫法人杂志，这么一女记者写了一篇报道，大概是说涉嫌，反正涉及到这个西丰县的县委书记，然后这县委书记呢火了，就说你这个东西涉嫌诽谤啊，然后呢就派了西丰县俩警察，哎，正赶到北京抓人，到法制日报叫做去接收这个反正去抓这个记者，最后未果。因为这事儿一传开啊，中国记协就严重关注了，然后呢铁岭就他的上司急了，赶快回来，谁让你们去的，就给弄回来。但是其实你说徐老师，咱真清楚这里边的事儿吗？就比如说我这个县里你涉嫌诽谤我，假如说我以这个罪名，那么是不是归我这个县的公安局管？我这个县的公安局有没有权利到北京去收人？这里边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执政机构跟新闻机构的关系，它报社，那就是记者就新闻自由的问题，那个到处发生。现在有记者，你触犯了一定的政治利益，他可以来管你，所以现在讲新闻自由者。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法院、检察院跟公安局，就是警察这个。他们之间有个三角的制衡关系，对不对？就一般，比方说谁犯罪，比方说他们要起诉马英九，那就是检察院在起诉，然后法院去判，那法院判下来无罪，那事情就完了。要是有罪，他就派警察局去执行，所以它是个三角关系。这三角关系会吵的，要是他们是联合的话，就没法律可言了。要是司法院跟法那个检察院跟法院是一起的话，那这个事情就不要审了，就没案了。可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中国的问题其实最关键，就话说的大家不高兴，就是因为在党里边啊，叫政法书记，你明白没有？他在党内分工的时候啊，他把检察院、法院的领导哈，都归在一个副书记的领导下，所以小事情的时候没事，你们自己去吵，但事情一旦大的时候呢，他就要开党的会了，党的会这个政法书记他就负责管你们三个人，那这个当中。你想这个就吵不起来了嘛。你看这个中国青年什么一个副教授，一律师叫周泽，他就说这事儿叫随意立案要负责任。西丰公安人员拘传这个记者的这个相关领导叫做滥用公权力。然后还有一人说呢，如果这县委书记认为自己被这记者诽谤，他可以到你常去的地儿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这个叫朱文娜这记者。但是呢，以诽谤罪立案，滥用公权力对付记者，我是反对的。说中国2000多个县，每个县里都有公安局，如果这么抓，那家伙
哎，你在 court 里边，你就整天你 court 上，行，你在 court 上，你在 court 里边，你觉得我们那法官跟美国的法官有什么不一样？第一，都太年轻。我觉得我在二中院打的我最头痛的就是王平法官，我举报了他，完了最后没人理我，庭长院长不理我。那也别在我这儿举报。书上都有写，Don't worry，OK。行行行。哎，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就是说，我觉得年龄不够，因为我觉得这边的法官都没有律师的经验，对法，我觉得对很多的法律线条都不懂，怎么。条例都不懂，在国外你要当很多很多的学士，以后要在 JD 三年，叫很多很多这种律师当下来很久的时候才能当法官。你看国外法官都是五六十岁老头子。我跟你讲，亲爱的，不是 Professor Lee， 这事儿刚刚慢慢你得考虑到我们 China 是个什么阶段，你知道吗？就姜文，我觉得说的很对，这个社会各行各业呀、啊、都是农转非啊。嗯，你是你不要说法官，你不要电视。主持人水平也不高啊，他就是这么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各行各业。我跟你讲，你说这个年龄，就比如说我那天我上广院，我跟那学生聊天，我说我就很反对现在电视台，拿实习生当主要劳动力。我们还算好的，我们据说还能给点钱，有的地方干一年干两年，整个组的都是实习生。我这不是说剥削实习生的问题，而是从我这个主持人的角度啊，什么人能跟我合作？你跟我合作，恐怕你得是跟我的至少说工作的年资。差不多的人，你当我的制片人，你当我的编导，美国是这样的嘛？强强联手，所以好莱坞编剧一罢工，这节目都停播了。对，所以为什么导致我们各种各样各行各业，就说你说太年轻，那么人才在哪儿呢？其实年轻也不是重点，你有这个最基本的道德，还有这种，我看到法官在国外就是要站起来的。你知道看到他进去这个 courtroom 里头，这边就大家都像大爷坐那边，好了，你开始判吧，就这种一点没有尊重这个司法和院长。他讲的这个也不单是法院，是这是一个就是人穿什么衣服啊，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关系的。就是说、那个、比方大学毕业哈，行一个毕业礼啊，戴一个那个帽子哈，上去啊发一个证书啊，这种礼不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仪式，哎、一定的仪式还是有必要的。那你比方常常有时候你看到这个餐厅里看到警察跑去衣服、扣子一解，帽子一丢啊什么，那警察也有道理，我不能整天这样绷着，我喝馄饨的时候我还得怎么报？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就发现，真的就会产生这样，就你不大能够把它当警察。所以今天 Professor Lee 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美国惊人图片，你看看这个法官，美国的法官是怎么样的？完全靠衣服，而且人家美国人这就反映言论自由的社会，对，这最高法官也能这么开玩笑，而且他脱了法袍之后，就是都是人嘛，对不对？你看看这玩意儿太逗了。那美国人就在杂志上登了。你马克赛了吗？马赛克了吗？我们会的、哦、就是说这是你介绍一下这几个是什么、这是现在九个大法，我不晓得最新的进去没，因为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我是在纽约带回来给我爸爸、先给你看吧。嗯，所以就是一个这是一个 show 叫 John Stewart Daily Show， 就是 CNN 里头有，跟你一样有个 talk show 的感觉，就讽刺政府人员啊还有这些的、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就讽刺一些这个美国的这些司法的一些事情，所以他把九个最高法官、对对对，他们是终生的。对，你知道这些人重要到什么程度啊？你现在问美国人说他们说选下一任的总统啊、他们说其实选什么人的做总统都没就不重要，但主要是如果还给共和党做下去的话，他们接下去要提名新的，很快有几个要退休了，那个保守派会占大优势，这个最高法院的改变会改变美国的政治，对，很久很久。所以你看这么重要，这个是 appointed by 美国总统的，对，appointed 怎么讲，重要权威的这个人哈，他们终身不退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人穿没穿衣服真是大不一样。其实这不是他的真正的裸体，对，我知道是你们自个做的，不是我做的。行，我做的行吧，我做。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 ，CEO 幽默，哎呦 ，humor 啊。好，李文、给我们讲司法名言。司法名言，我找了两个最喜欢格言的。一个菲律宾的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最高法官，中文他英文比较好。他说：“最坏的谋杀是政府的谋杀，主谋的谋杀；最大的不公正是司法的不公正。谋着杀还是？”你知道我中文那么烂，谋杀最坏的谋杀，最坏的谋杀。
最坏的摸杀，你可真残酷。摸杀，最坏的谋杀是 Quark 主持的，这不靠谱。政府 government 主谋的谋杀、啊，最大的不公正是司法的不公正。嗯、还有啊，罗马的古罗马的著名哲学家西塞罗说，公正的最基础就是真诚。所以我现在觉得很多法官，诚信、真诚，还有腐败，还有道德，要赶快去推动一下。有什么证据？你有什么例子呢？你光是这么样的指控，这个要讲差不多三个小时的节目了。你举出一个小 OK， 我看的感觉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其实你看判决书全部都说李文做的对，李文这个和谐社会需要多成这种人出来，原告呢热心公益事业，监督物业管理情况，行为什么很妥，一大堆一大堆，完之后还判我输。就很讽刺，你都说我做的对了，为什么你判我输？懂我意思吗？因为他怕一大堆人赢了以后，就哄他们就，法官已经很多工作要做了，就等于我有一个先例了嘛。虽然现在先例还是、你大部分还是赢的嘛，总不能件件都赢吧？ 对， 对，可是输的话我会很生气，因为你输了不爽嘛，你输了还写这个，谁输了爽啊？就是说，问题是你明明有证据，我是靠证据讲话的，那你等于法官就不公正、不公平、不公开嘛？我要是法官的话，那你只是代表原告立场啊？那难道你说的他自己写的？他自己写的，原告出的东西，对不对？他最后判你输，但他夸你两句，也是中国一贯都是这样的，通俗的醇厚、哎，对吧？我们给一个学生两分的时候，都说他学习态度很认真，对对对，夸你两句嘛，这不和谐社会嘛？你没有告过人，我就知道你那个判医生那边。告过人对不对？判决书没有这样写过的，判决书不会夸人的。这是个中国特色。你们这是搞的，没有真的判决书不能这样写的。大家都有他的一个规章的样本，怎么应该写？求事论事，对不对？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法官本院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就 OK， 谁输谁赢赔多少就 OK 了。我精神赔偿每次到一块钱，讽刺，因为中国没有精神赔偿，你去死吧无所谓。所以我就精神赔偿没有拿到一块钱。外国精神赔偿很多的，对，很多很多的，真是。但是慢慢来嘛，咱们国家慢慢来，慢慢来。我跟你讲、你没有人推动的话，你怎么慢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是从天下推动了，你已经在推动了，他不从天下掉下来的。这么多人给你写信啊，说明他们都已经信任你了。对。可是问题说，你们也要开始，每个公众人物像你的文涛拍腕拍啊，拍板拍板。文涛断腕，小豪拍腕断臂。你让我笑你英文，你像笑我中文，对不对？你在报仇。我也一样，因为做这节目，开始给他国就叫我包青天呐。我说我包青天，我窦娥冤吧？我收到这些信会不会觉得很沉重？你又帮不了人家，到时候我有一天要把它放到我的博客上面，大家去帮这些人。主要是调查核实，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你知道吗？是这个问题。